有一个被情所困的查某囡仔，伊生了真水，啊又阁真少年。伊有一个真多情体贴的男朋友，伊应该是非常的幸福。但是我看伊满面的忧愁，对朋友来伫咧诉苦。伊甲伊的朋友讲：“阿辉啊，你拢袂了解我啦，你拢唔知影我即卖心情，我有够恁啊痛苦，我唔知要安怎样较好。”这个阿辉的朋友看起来比伊较成熟，阿辉啊就甲讲：“啊，我就袂了解你啦，你的条件遮恁啊好，男朋友又阁水，又阁体贴，又阁多情。”你讲啥，伊拢唔敢甲你反对，对你百依百顺。干嘛你要去做人的地下情妇？啊，想袂晓，伊有老婆，佮有囝，伊也袂当为着你来离婚啊！阿珍，你知无？这个查囡仔叫做阿珍，伊就甲伊应讲，我知啊。啊，这个阿辉啊吼，伊就继续讲，伊讲吼，这种有家庭的查甫人。对你拢是一时的感情，头兴兴啊，尾着冷冷，袂久长的啦。阿珍哦，伊讲我知影啦。阿辉讲喂，你莫去戆啊啦，你安尼做吼、反背爱情，反背爱你男朋友。阿珍又搁讲吼，我知影啦。哦，啊这阿辉吼，讲来到这的时阵啦，愈讲愈激动。阿辉啊，伊就讲吼。有一天啊，你甲迄个代志啊，去予你即卖男朋友知影吼，伊袂放你煞啦。恁男朋友有可能俩讲吼，迄个查甫吼，因某也一定袂放因翁好食好困啦，保证家庭会起风波啊。迄阵吼，恁老爸若知影这代志哦，凡事都要甲你断绝爸囝关系。我知影啦，各项代志你都讲知影，啊，你若遐。奇怪吼、阿辉吼、听来到这个时阵吼、安尼已经愈讲愈激动的对啦，吼、伊就讲代志爆发的迄天啊，你甲恁总经理的代志吼，啊这公司拢知影，你敢有面搁踮公司上班？而且你互人配男配女，无人会同情你，吼、啊你同拢讲知影，无像你唔知影，但是为什么你要安尼做？你到底是咧想啥物？吼、伊是会当互你啥物？恁男朋友对你遐尼那好，敢真正讲较输？迄、个总经理，伊是赢人虾米？这个阿珍吼，也安尼听听了，向怎啊苦笑？啊，顾在阿辉家骂哦，阿辉是安尼讲个，嘴甲全破，讲个非常的激动。阿珍向向苦笑，伊就应阿辉啊讲，伊和我虾米哦？爱的感觉啊，讲一句讲爱的感觉啦、爱的感觉就对了。阿辉讲哦啊，我未了解有啥物好，未当公开见面的秘密，要一礼拜见一次面，为着伊放下男朋友。哎呀，想无啦，未了解啊。即卖吼，这个阿珍，伊就甲阿辉啊讲讲，你唔知啦，人生的路是坎坎坷坷、歪歪错错。人无可能拢行固定的一条路，我嘛有我的选择，不管是对还是唔对，我已经决定啊，我会为我家己所做来负责。啊，当迄个阿辉，迄、个查囡仔听阿珍安尼在讲，听伊口气遐尼那坚定啊，伊也无可奈何，吐一个大气。啊，当已经决定要安尼做，讲嘛无效。明知影讲阿珍伊是伫咧头毛起火，到尾绝对会被火烧着，伤痕累累。但是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做朋友的人又可会当安怎样呢？除了无奈，也是无奈。亲爱好朋友，这是一个原因啊，含留在这个感情的迷雾的中间啦。人咧讲吼，伫恋爱中间，踏入到这感情的迷雾中间的人呐。他是盲目的，所以有人就跟他讲讲，爱是盲目的，阿珍是咪很盲目啊、哦？那么当然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啦。感情的代志常常有理智没有办法去分析的因素，就讲感情的代志有时阵哦，虽然佫较理智的人来讲，有那做糊涂的代志出来就对了哈、哦。
这是一个感情的故事，哈、哦，我伫这个节目中间来提供给咱的朋友，非常的感谢你继续跟咱捧场收听全省联播网黎明啊俱乐部。